突然，肝都痒。我看到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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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几处的光啊，射过来，那个，整体的光，大概有六七束吧，六十光，六十光。六十光写了下来，这六十光呢，就合起来呢，就成了一个圆筒形，圆形，相当于，相当于这样，有六十光射过来，六十光，相当于，哇，一射过来。再一次过来啊，就相当于在这个截面上，穿过来啊，六十光，然后合起来就个圆啊，六十光，哇，穿过来啊，六十光穿过来，哇，穿的这个正好穿到那个肛周。那的啊，斜着，斜着，过来，那个啊，有六十光啊，六十光，这六十光呢，这六十光呢，射的地方就，然后一直告诉人家啊，未来啊，这以前的事情啊，未来啊，在适当的时刻要改造那个地方啊。要改造那个地方，外星人现在那个地方呢，做个标记，做个标记啊，那个，做个标记，然后就射过来，这么，要定位我们啊，这个六束光啊，定位我的时候正好穿过，身体啊，穿过来，穿过来啊，穿过来啊，一直就，往那边穿啊，一直这样啊，然后呢，给我，日本妈妈也是这样，这样，中国朋友也是，他们就是已经定位好啊，这个是重要，非常重要的，关键时刻的，关键，这个位点啊，关键的。地方啊，你这样啊，现在终于把那个来龙去脉，这种来龙去脉搞明白了啊，来龙去脉搞明白以后，已经外语就同我们这边联系上了，直接联系上啊，那就不需要这个，在六束光，不需要在六束光来，不然射过来。来做标记了啊，把它退走了，相当于拔走了这六束光啊，把它拔走了，拔走了，拔走一个原来穿过身体的那些造成的影响的，也就要恢复回去了啊，要恢复到，正常了啊，要恢复到正常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是恢复到正常了，是这两天。我就间歇性的过后，肚子痛一下子，过后肚子痛一下子，能忍受的痛啊，间歇性的哦，现在知道同那个光有关，光在往后退呀、啊，相当于拉一下子，拉一下子，这么一个情况，好的，好，这个事情，就这样了，搞明白了啊，原来来自于。外宇宙的六束光形成一个圆弧，然后那个标记，现在联系上了啊，大家搞明白那就不用标记了啊，那光线也退走了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好啊，再见，再见。